哎你啊嘞，有一只猫哎。大家好，欢迎收看超级人耶、其实我是没有很想站在这边，为什么？我已经，你已经变成川崎的形状了，是？还是打我、现在是放送事故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是600cc 的决斗，好，我们很难得，竟然有借我们最新的600 CBR 600 2021年还22年的吧？听说24年又要改款了呢，你干嘛？我刚刚已经讲完轰打的部分了，请问你这是什么啊？嗨，R6 です，可以讲中文。R6，谢谢。你那个是几年的 R6 啊？这是20年的 R6，这是22年的600 W。哎，你是不是对这个600 W 充满了期待？对，所以我那时候超期待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你好？好，我就本田魂，然后又配了大闪电，还有改了嘎石壁的锻造框，对，然后 TSR 的全段管，没错，是全段的吧？不知道，没关系。然后还有这个 TSR 的风镜，嗯，然后 TSR 的水箱护网，还有脚踏 TSR 脚踏，没错，整个 TSR 本田就只能改 TSR 的。没错，那我们这个三叶的部分是改了 RCS Crossa Cota 的总泵，然后还有这个 GP4R 叉杜涅卡钳，没错，还有然后蝎子管 Brembo 碟盘 OK， 然后好像还有加齿的感觉。哦，对，这台 R6 有改中传的齿比，是，那我们就来去骑看看 Go。 那椅垫超滑，为什么 R6 可以这么刚好的牵出来？然后我要往前的时候，它又要往前。哦，正常多了嘛。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风好像超大的。还是蛮咬的哎。没办法压冲，轮胎的问题比较大，因为热不起来啊，这边不会收到引擎声，你那边都会伴随你的引擎声跟风声，有时候很吵，是这样呢，这样好像好一点，要躲在风镜里面就好一点，对。有一只猫哎，吓死我了！我是被骂曲吓到，它那边回转，王八蛋！那是猫吗？好像还活着，因为没有，我们没有人压到，对吧？压到了吗？没有人压到，我不知道汽车有没有压到。如果汽车压到，爆掉啊！
因为我刚下来的时候有看到，我就赶快闪掉。他应该没有，对啊，没有骨折，感觉他吓到而已吧。我下不去了，我没办法载。你要载吗？他有点，他在尿尿哦。哦，阿六比较快，好不好？快多了。可是引擎刹车好重哦。你在哪里？这R6连扭力都比较大，冲啊小R6真的只有600cc 吗？对啊，屁嘞，不然嘞。那就是600，那不然只有500cc。来示范正常人的骑法，就这样，蛮稳的啊。走开！怎么样，开心吗？600啊，不是很开心。我觉得今天太冷了，轮胎热不起来。哦，对，我觉得600cc 的防晒都有个问题，不管是这个或者是 R6， 是悬吊都太敏感了。是，幸好今天有带着潘博凯，不然应该直接变成狗。真的哦？真的啊。对，我就直接说了，就是悬吊真的是蛮难搞的啊。是，是不是因为它的动态很照镜的关系，所以悬吊就必须要去做更多的工作来去？我觉得什么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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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改了断框之后悬吊重调是一样的道理。哎，看你改断框，但悬吊没调。好，那反正我就觉得吼，我先讲600 W 的部分。这车呢，其实原厂是有 fine tune 的，不是只有大家看到的它新的外观这么简单而已。它的肚内啦，什么都有经过调整，然后有一些小东西重新设计这样子，然后某些地方有偷清，反正它就是有稍微经过优化。你说这个新款的，对，这个新款的600 W， 然后最重要的是，以前600 W 没有的东西，它现在加上去了，电控，就是电控的部分。它有一个5轴的 IMU， 为什么不是6轴？对，我不知道少了哪一轴，对，600cc 就不用那一轴。然后它有那个不同的模式可以切换嘛？是，虽然说它的马力只有120匹出头的样子，其实不小，对不对？应该是比那个R6 大，比较大，比较大。那个等下再说。但是我觉得它终究还是那个600 W 的那个影子很重，就是它其实在中低转是比较柔顺的。所以我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试过上稍微有一点，对不对？1617的那个杨立伟的车子，就是开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蛮放心大胆的去把油门推开。对啊，因为它也不走，因为不要说它不走，它就走得比较慢嘛。对，它几乎，对，我特别注意一下，它要7000-8000转以后才会认真的出力。是，然后作为一台600cc， 它的峰值只有到14000转，我觉得有一点少，不像人家 R6 可以到16000，你那还可以到18000吧。对啊，写个电脑就17000了。对，所以600 W 我是觉得它的市售的版本就是还蛮保守的，是，然后还是停留在就是我600cc 给你就是要比较容易使用的那种感觉，是，扭力不大啦，然后需要拉转，但是它又没有办法拉到那么高啦，是，然后再加上这个悬吊，我是觉得它可能改了断框之后悬吊需要再重新设定，我觉得今天还蛮迷茫的，然后用那个轮胎就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的轮胎，是，再加上温度低，风又大，是，对，我就觉得骑起来有一种心蛮累的感觉，是，
可以感觉出来你今天那个情绪不太好。对呀、啊，哎呀，不要这样嘛，对嘛？我觉得这就是仿赛的原罪，有没有？是，看他就觉得很厉害，对，所以你就对他的期望非常的高，对吧、啊？这是六百 double 的部分。你觉得呢？六百 double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六百 double 我觉得就是你就只讲人家换汤不换药，但其实我觉得他改了段框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价值还是有的啦。有啦，在动态上，其实我觉得今天硬是要讲，还是有比这个比较原厂一点的 R6 有灵活那么一些。讲到灵活的部分，我反而是觉得它其实除了灵活之外，它还蛮就是在更安定一点。对 ，R6 今天有一点就是被风吹的飘来飘去，然后胎压非常的迷茫。你说其他的部分，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两个除了加速的部分，然后转弯的部分之外，车体的轻盈感都很像，很像，很像。但是六百 double 在轻的同时，还维持了那个安定的感觉，多了一些。我们讲到还有另一个重点，我觉得我们平常骑习惯共生级，是我后来在拍动态的时候，在那边骑来骑去，我发现这两台六百 cc 不大能用我平常操作共生级的那个方式，平常习惯会坐后面一点，是。可是我发现六百 cc 要坐前面一点，你要整个抱住前轮在骑的感觉，是，对，所以就会觉得，哎，手肘好像会比平常就是伸出去多一点，因为我平常坐比较后面嘛，那今天会变得比较往这边压。我觉得今天这两台车的车头啊，就是在倾倒的时候都有一点点不安定，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用这个上肢的力量去把车头的这个车把稍微固定住，它比较不会说掉下去或跑过来。它可能变成前轮的负载比较小，还是怎样？就反而你比较需要刻意去压住前轮。对对对，去抱着前轮，然后就完全放弃后轮。但其实这样子车子还比较会转弯，然后还比较安定。是，这跟我们平常骑习惯共生级不大一样。我觉得六百 cc 还蛮对，它就不一样。R6 的部分，今天我们有稍微对标一下啦。对啊，我觉得你作弊呀、啊。为什么？这台 R6 有改齿比，你的档位都比我高一个档，几乎是二档可以跨到底啊，它就二三二三这样子就好了。最多我甚至都只有用三呢。是啊、哦，我觉得二档还太拉了。哦。然后二档的引擎刹车也蛮重。哦，对，说到引擎刹车，六百 double 有新的电控，哦，所以它可以对 EB 就是引擎刹车做出干预。是。它有分一二三段。是。你把它开到三的时候，它几乎就没有引擎刹车了。这个部分还蛮加分的，是要点个赞。对。那 R6。这一代的版本就电控就只有局限在 TC 而已，是它的好处是像我这种三 C 白痴也可以很好的调整它的电控啊，因为它就一个按钮直接按，跟方向灯一样。然后骑姿的部分一定要讲一下，六百 double 还是比较舒服，哎，它就很战斗啊，对，这个就还是很战，就是会有那种臭小子的既视感，你知道吗？人家力宝都一五一了。R6 在力宝可以骑得非常的狂，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路上骑就还蛮辛苦的，它油门就已经在那边神经质了，就是它比较着急，对，再加上它齿比又被改轻，对啊，所以我觉得它一拉一扯之间真的是很戏剧化。它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维持在那边？那很像以前二行程车啦，对啊，它没办法定油门定转速，它就要嘛就是灌上去，要嘛就是回油，所以对，简单分享一下，今天很开心。其实骑到这我是很开心的，是，就是今天这样骑起来，骑 R6 比较开心，还是骑600R 比较开心？你应该要这样讲的话，今天还是600大不了好一点嘛，是，因为它比较，我不知道干嘛，我最近在路上好像就不太习惯很激进的车子，对啊，可能今天的天候状况也不是很好，风太大了，是，然后 600cc 真的太轻了，那个侧风一来，整台车都在摇，对啊，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喜欢那种順接接的，然后。浓浓的车，对啊，年纪到了还有，对啊，你不觉得现在六百 double 其实长得蛮帅的吗？是啊，但我真的觉得它太贵了，台湾要卖90多万，人家在日本卖的钱折合台币只要44万而已，我都查过了，是，但是在台湾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变成90几万，都可以买1000cc Triple R 了，好吧，所以人家肯接我们也是很感恩。只是它作为一台仿赛，就是它需要那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到位，就是悬吊设定啊，还有胎压啦，就还蛮挑剔，蛮敏感。天气不够好，温度上不来，然后又用到这种比较偏竞赛用的胎的时候，是，其实你很痛苦，有一点。然后在道路环境，六百 cc 需要拉高转，对，那个声音、那个压力，有点没办法承受下去，就是、不像公升级，就是哎呦，一下就是瞬间就到那个位置。我觉得公升级拉转起来没这个尖呢、欸。没有，差多了啊，对不对？哦，能把六百 cc 骑得很好的人，我觉得都超强的。我们公升级就是靠车强嘛，对，那六百 cc
靠人的部分会再更大一点。是，我觉得啊，就是一般人在看这些防晒，帅就完事，也不用真的计较到那边。他很帅啊，对，所以现在很帅啊。阿六这个很经典的造型，我真的觉得啊，雅马哈嘛，对吧？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引领潮流一点。600R也现在也很帅啊，也很先进的感觉。你说这个吗？对啊，对啊，但它还是终究还是会有个比较意象化的头灯，哦，有没有？现在又回来了，不像R6就很 functional， 直接两粒塞在那旁边。哦，对，啊，你真的要意象化，我就意象化到底。你看它的日行灯有没有？对，就是会修一个很摇摆的造型这样。它现在要卖50多万，我90几万哎，欸，超贵的。对，没错。今天借我们的车也是要卖的，哦，它现在应该是50出头万的样子。是，台积6的股价终于有一点松动了。是的，所以之前在观望的人，我觉得现在，而且20年很新呢。对啊，其实3年车，然后里程，这台里程是30000公里量，没有说很少，但也没有到很夸张的多啦。对啊，跑车就是所有的操控界面啊，那些反应的东西啦，胎压、悬吊都很斤斤计较，尤其是600cc，尤其它车重又不高，反而对悬吊还蛮要求的呢。是，所以今天就这样啦，感谢大家。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有兴趣，可以到 JA 那边去查询。对。那也感谢这个600R 的车主借我们这台这么贵的600cc 跑车，没错，很开心。其实应该当初就直接把600R带去力宝，你说那天就不用骑我的10R号了，对吧？直接骑这个好像很不错。对啊，我觉得600cc 就是在路上能试到的程度，很有限，对，不够深入，你也没办法压那么细，然后要真的要花时间，所以就这样啦。希望大家收看，改天力宝就骑看看600cc， 有机会的话咯。就这样啦，公路车都已经快要被风吹走了，拜拜，谢谢大家，拜拜。